那就从弟弟先开始好不好？弟弟，我其实就是字面意思，我是把漫画搬进现实的阳光少年丁程鑫。阳光少年。我们下面呢要请我们小丁同学来演绎一下第一题的四个不同的选项。以下哪个男生的动作会让星星觉得最为迷惑？就是男生的迷惑行为。第一个，走在路上突然表演无实物投篮。帅，弟弟帅。我真的觉得这个每一个都好匪夷所思。第二个，走在路上突然假装打拳，幻想自己是拳王。我有这样的同学，我已经有点不想参加这个环节了。第三个，走在路上突然模仿动漫人物跑步。火影忍者。第四个，走在路上突然模仿奥特曼。谢谢丁程鑫。我们先问一下四位自慢男的想法。弟弟，你觉得这个跑步是最匪夷所思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其实那三个，其实我看，看欣姐的表情就觉得，哎，其实还可以。但是到做这个的时候，他实在笑得不行了。每个人到这个位置都先比几个字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首先是小丁来猜。太大声了。好，来计时，3、2、1。四个字，机器猫。一是包，又叫什么？包青天。机器猫，你是包青天，肚子里什么都有，肚子怀孕啊，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笑口常开。机器猫。一是包。第一个字。好，第一个字。少的反义词。小肠烦心事。是什么？可以实现你的愿望。任意门。窃听板。四个字，窃听板。对，叫什么？什么窃听板？蓝胖子。大窃听板。OK， 大熊的朋友。什么虫？大熊的朋友。蚜虫。过。五个字，你们的歌。五个字，女孩，宠儿，好看。对，好看，你真好看呀。时代少年团。我们的歌吗？对，歌。姐姐真漂亮。哇！天哪！三
个字，很漂亮三个字，很漂亮三个字，好漂亮。张雨绮，水里面的是什么？水里边的，水里边的，水地板，水地板。很漂亮的水里边，很漂亮的水地板。一部电影，一部电影，一部电影，电影。电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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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基尼，比基尼，电影三个字，比基尼，很漂亮三个字，比基尼，水里边，一部电影，一部电影，一部电影，张雨绮。水里边的，水里边的，水里边的，水里边，水里边的，不是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小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怎么样？很好。过了，只有涛涛跟小丁，对不对？弟弟为什么觉得这个答案你不过关？我觉得说自己很一般，很一般，一般，一般。雨绮姐一个球都没爆，雨绮一个都没爆，你也太厉害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来吧，弟弟，志廷、海涛，我们上喽。哎，加油！这是一个量级的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灵活呀。来了来了，接下来朋友们对决的是粉队和紫队，感受一下。慢点，慢点。来 ，come some music， 让我们跳起来。开始。开始。哦哦哦，小丁很厉害，得了，前置住了两位。这一轮很激烈。哇，小丁居然是领先的。我太难了。我们海涛手上没有任何的兵器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海涛，海涛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！哦，新的，哇，这个厉害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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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小丁出局，小丁出局。